时尚玩家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珍。哦，终于可以吃吃喝喝，主要是免费的。小赖我们之前合作过啊，我觉得他就是很可爱啊，然后又很好玩，很好相处，我觉得有他在蛮放心。很多哎、欸，你们有时间吗？南瓜啦、茄子啊、彩椒啦，还有很多东西，我其实蛮挑食。台湾哦，好多地方哎、欸，台南呐、啊，然后宜兰呐、啊，然后高雄啊，其实都很多哎、欸，嘉义、苗栗也很多好玩的地方哎、欸，超多的，我跟你讲，不够垃圾我不吃，就是。就薯条啊，对啊，我就是训练要加强到两倍这样，然后呢有氧要多做一些，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小赖要多吃一点，不行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问我这问题真的是哦，我真的不当艺人我就开私厨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是鸡汤啦，什么炖饭呐，那个小 case， 对，会很想。就很想要到，就是开露营车到了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就是可能去在当地最新鲜的食材，然后就随地就做了这样子，我觉得这很棒的 idea。嗯，不可或缺就是开瓶器跟音响这两个。那如果要去远一点的地方需要自己煮的话，我还会自己带卡斯炉。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威尔史密斯。但如果是台湾的话，我觉得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都是饕客哎，比如说萧敬腾他也很懂吃，然后贾静雯，然后哦修杰楷也是很会做菜，所以很多很多都想要邀请的。那啊再怎么吃也吃不过瓜哥，所以终究目标还是要请他来上节目。对啊，想看我跟小赖一起鱼肉哪一位乡民吗？每周二晚上10点，敬请锁定 TVBS 42台。如果没看到也没关系，因为隔天中午12点 ，YouTube 频道还有 App 都有完整版哦。